Hello， 大家好，我是 Flashing Droid 的 Ray Ma。咁大家眼前的就是一部运行紧 Android 4.1 Jelly Bean 的 Galaxy S3。呢个 ROM 就是嚟自 Google 流出的一个 Galaxy Nexus 4.1 的一个更新嚟嘅。咁呢一个新的版本咧嘅 Android 就有好多嘅唔同之处啦，咁分别就系头先见到嘅一个开机动画啦。之外啦，佢嘅 lock screen 嘅界面亦都系同以前唔同嘅。这个 notification bar 亦都系同以前嘅设计唔同啦。大家见到佢嘅手机嘅型号就系 i9300， Android version 咧就系 Android 4.1 嚟嘅。Android 4.1 就拥有一个新而且是幾有趣的一個系統的一個遊戲類似的東西，大家就可以按住一些 Jelly Bean 然後丟走它。大家留心一點看，裡面的某一些 Jelly Bean 是有一些不同的表情的。咁暫時呢一個 ROM 就唔建議大家日常使用啦。咁個原因就係因為佢一啲重要嘅功能，好似相機啊、Mass Storage 啊等等咧，亦都係未能夠正常咁係運作嘅。咁此外啦，佢仍然係面對部分嘅 Force Close 問題嘅。咁佢嘅系統就比較唔穩定啦。咁所以大家就暫時係可以只供大家係去搶先去試用一下嘅啫。今日的试用片段就去到这里了，日后有一个稳定一点的版本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是提供一个教学的。多谢大家收看。